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各位三知识，大佛顶首楞严经第四卷，现在是讲到特地说时的第一段，贤如来藏疾苦因果。在真有为法之前，是说明三圣圣者等觉菩萨以下到阿罗汉声闻，有这个变异生死。前面是说明这个变异生死已经说过，现在接下去的三种相续，世界相续、众生相续、业果相续，这三种相续啊，就是六道凡夫的分段生死，六道凡夫的分段生死的疾苦因果啊。上次讲了这个三种相续当中的第一种，就是世界相续啊。那么这个世界就是所谓依报为众生所依的这个梵境啊。那么由这个大地下面有水啊，有风，有火啊。那么这个就是等于这个地球啊，地心里面有火啊，地球下面有风，地下面同时也有水，所以地水火风四大同时具备，这是为众生所依的啊。一直到最后交往发生，地相为种，于是因缘世界相续，总结上文啊。有众生无量劫来有无明烦恼啊，那么由此啊生起各种的依报的种子，那么由这个清净助缘呢，世界依报得到继续相续，在哪里成住坏空，成住坏空不断的继续转动啊。讲到这个世界相续，最后的交往发生，地相为种，于是因缘世界相续，解释这四句话的，各位如果有圆音法师的讲义啊，讲义里面这一段的解释有一个错字啊，在讲义里就是第559页，卷数是第九卷，559页里面讲，就是解释这个交往发生这四句话的这个注解的文字里面呢，注解从后边算来的第二行，最后一句，反妄归真，那一句反妄归真的妄，虚妄的妄，说本上印错了，是印成那个死亡的亡字下面一个心字的忘记的忘，这是错的，是真忘的忘啊，反忘归真是真忘的忘，虚妄不实的那个忘，不是忘记的忘。假如你有讲义，你把这个页码记起来，559页啊，注解从后边算去，第二行最后一句，反忘归真的忘，误作忘记的忘，把那个忘记的忘把它改掉，改成这个
虚妄的妄，返妄归真才对。总和前面这个医报为什么会有这些地水火风的四大呀？简单说，因为心在动，心动所以就有风，心动故有风。假如心静而不动，如如不动的话，就没有这个风大的这个刮风的情况出生。因为心动所以有风。为什么会有精？精是包含大地跟五经，精很坚硬，就是因为众生啊有执着，我凡二执，因为有执着，所以就有精，就有坚硬的大地等，五经石头啊，这些坚硬的东西，就是众生有执着。同时说明众生的执着相当严重，非常的坚固，所以因为我凡二执，就有这个地、金这个坚实的东西。为什么会有水呀？因爱故有水，爱水呀，爱火天池浪。湖海万重波，众生有爱，这个彼此互相为爱的那一种的爱念，就是水的根源。因为众生有爱，所以大地有水。为什么会有火啊？因为众生有求，有所求，有期望，有所求。那些期望有所求之心，就是发火的根源。例如一个人肚子饿了，饥火燃烧，肚子饿了好像火在烧，很辛苦啊，饥火燃烧，所以这个时候求什么？求吃的，肚子饿了求吃的，所以有所求就会有火。无论你所需要什么，例如冬天天气冷了，需要穿这个比较厚暖的衣服，有所求，那么这就是火的来源。世间众生没有一个说是无求的了，除掉超出三界，在三界内没有一个无求的，有求就有火。那么只凭这些众生的妄念心动就有风，执着就有精，因爱就有水，因求而有火。由此可以知道，这个世界医报一切一切通通都是众生的这个妄想业力所感，才会有这些东西那么接下去要讲第二段，就是众生相续。众生相续的文字我们先把它念一遍，看住经文。福次，福罗诺，名望非他，觉名为旧，所望即立，名理不遇，于是因缘听不出声，见不超色，色香味触六妄成就，由是分开见觉闻知，同业相缠，合理成化，见明色法，明见相成，相成意见成真，同想成爱，留爱为种，纳想为胎，交构发生，喜因同业，故有因缘生劫罗难、阿不谈等，胎、卵、石、化，随其所应。卵为想生，胎
阴晴有，时以火感，化以理阴。晴、祥、和、离更相变异，所有受业足其非尘，于是因缘众生相续。这就说明三界六道众生呢有这个因缘，是众生相续的根源啊，众生由此啊就是一直相续下去啊。福次就是还有前面讲过医报的事件相续，现在要讲正报的众生相续的道理。所以佛对弗罗诺说，弗罗诺，因为这是弗罗诺问的话，那么这个时候就以弗罗诺为当心佛对弗罗诺说，名望非他，觉名为救。要注意听啊，否则不好了解。名啊，显示算命，医报讲清楚了，现在要讲正报。先要明白医报正报的妄想根源啊，医报的山河大地、世界国土，这通通都是众生的妄想心所建立。众生有无明烦恼等妄想，所以就有这个国土、有世界、有山河大地、有宇宙万有，这些依报都是由众生心而变现出来的啊。这个妄法不是别的啊，就是指众生的妄想心所生起来啊，这样叫做名妄非他。这个妄心升起的一正二报一切不是别人给的，而是自己业力所造的，不是别人给的，所以叫做非他啊，也非关于别人的事，别样的事，就是自己业力啊，业因所感，由这个果报啊。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啊？觉名为救，救是过救，就是由这两种东西使你轮回流转，没有停止。觉是什么呢？这个觉不是觉悟的觉，就是只能了知的功用。什么东西啊？第八如来是显现出来的见分，见分。例如我们眼睛能看东西，举这个例子啊。那个见分的功用啊，就是觉啊，因为内心升起见分，想见外境，那么见境必定要有明，没有明就见不到外境啊。所以这个明啊，就是指外界所见到的相分。唯识家讲是有四分啊，相分、见分、自证分、正自证分。正自证分与自证分就是指第八识的本体，显现出见的功能，那就是见分。见分依自证分，自证分依正自证分，这是心理作用，完全在内心啊。而对外发生的见的功能，那就是见分。觉明的觉就是见分，就是第八如来识的见分，能见的功用。明就是外面所见的相分，所见到的山河大地、宇宙万有等一切的见，所见到的这个相，这个现象就是相分啊。为什么会有这些妄法轮转不息而使众生轮回流转？因为你的见分执着要见外境，分别外相，所以就是这个见分跟相分两种东西在哪里发生这个问题，所以过咎啊在见分与相分。你自己的见分与相分
在哪里发生这个过犯，多生。